音，感觉这个音不是很精彩哦，写的比较闷闷的哦，在笔势上粗细大小一致啊，比较瘦长一点，然后空间分配匀称哦，比较没有什么特别。那有时候有些字不特别，并不是他不想表现，有时候是上下表现多了，那其他就不要表现太多哈，免得整个字都花花的，所以这也很难讲。不过这个大概全。拱状哈，拱形的，然后逆上去一样，在斜等上去，然后它比较稀疏，它这个线条上没什么表现的感觉。那右边都会比较长哦，这没有问题。然后中间呢，还是给它写紧密啊。一般呢，我们会觉得有时候写起来就觉得松松的，就是因为空隙白的好多，黑的太少，那缝隙就多了嘛。好，那再带过来以后划过来哦，感觉比较没什么表现。音。